陳志全議員，是，多謝主席。我繼續是要就總目31香港海關發言，特別要針對梁國雄議員提出的10項修正，由第96至105項。最主要反對的是96、97，因為這兩項如果削曬，就會令到海關癱瘓，包括海關員工的個人薪酬和海關一般部門的開支。之前我講過是關於水貨的問題，這一部分我想交代兩個重點，一個就是海關新增加了的職能，不是職能，職能上一樣，但是新增加了的任務，就是因為去年開始他們要執行新修訂的商品說明條例，在去年的7月19日這個條例正式生效，主要是打擊六種不良的營商手法，包括虛假的商品說明、誤導性的遺漏、利誘式的廣告宣傳、威嚇性的營業行為、先有後轉售行為和不當接受付款，這六大不良營商手法行為是主要打擊對象。大家提到海關的時候，很多時候都會遺漏了在綱領3的後半部消費者權益的問題。消費者權益執法呢，是主要的香港的部門是香港海關，而這一條新的商品說明條例修訂之後，海關預計今年他們會有4400宗的投訴是需要處理。新的修訂條例最大的進步呢，是將一些貨品推展到服務業，禁止在銷售服務交易之中去作出虛假的商品說明。當然這個要執法呢，是非常之花費人手的。按照正常的程序，海關收到投訴之後，三個月裏面會完成搜證，並作出初步結論，再交給律政司考慮是否有足夠證據檢控。在新例之下，嚴重個案是會判刑事檢控，最高罰款是50萬和監禁5年。事實上呢，這一條商品說明條例自7月修正之後呢，都有好多成功的案例，我只是舉一兩個，亦都趁這個機會教育市民，亦都要支持海關的執法。首宗被定罪的就是第一槍是什麼，大家記不記得呢？就是打擊超級市場的假特價。假特價即是什麼？即是特價貴過原價，消費者見到寫著特價就想著買，怎知原來個數字是騙人的。這一宗海關第一槍就是去年7月海關在油麻地一間超級市場那裡發現某品牌的薯片每包5.5元，特價兩包11.5元，超級市場聲稱特價的產品竟然較原價呢買兩包是貴了5毫子，所以海關引用商品說明條例檢控超市，最後呢是被罰款10000元。另一單就是這幾天，就是成功倒破了筲箕灣耀東村那些煮不熟的冒牌米，後來海關才發現原來他在元朗那邊檢獲那些冒牌米，他就將那些冒牌米呢就混入啲原裝米，總之就撈埋一齊啦，跟住就用返呢個虛假嘅商標，每包呢佢可以賺100元。咁相信呢最後呢個亦都能夠成功檢控。我哋講到商品消費者權益嘅時候，好多時都係只係諗起消費者委員會，但係真正執法呢係海關。喺海關綱領3之下呢，其實佢仲有，佢除咗執法之外呢，個宣傳教育嘅責任都係佢嘅，係透過宣傳同教育計劃，加強公眾同貿易商對知識產權及保障消費者法例，包括我今日講緊嘅商品說明條例嘅認知。大家唔好以為呢個教育係好容易喎，頭先我講咗嗰六樣即係新修訂牽涉嘅範圍呢，其實好多而家一啲商鋪，尤其是係一啲服務性行業呢，佢哋都唔係好清楚。你睇下，就算係咁咁大嘅集團，頭先我講過都唔怕開佢名啦，惠康嚟嘅，都可以呢係犯咗呢個咁嚴重即係假特價嘅問題。由此證明呢，海關喺呢方面呢係需要更加加強個教育工作，唔單止係教育市民，係教育商戶，等啲商戶呢係唔好去違反呢個條例，亦都唔好呢令到我哋更多嘅消費者受害。而且呢，海關近年呢仲要對埋
網上購物網購，咁網購呢要處理呢係更加困難嘅，要更加多嘅資源嘅，因為網上寫網上宣傳你仲要搵返搵出嚟佢係咪違反咗呢個商品說明條例規管，跟住又要搵返呢間網上商店呢比搵返一間實體商店呢係更加困難。所以梁國雄議員，我繼續呢都係喺度講緊，希望你呢唔好呢係cut 呢個海關，尤其是係96同97嘅開支。如果呢你係有充分嘅理據呢，你其他98至105呢我係可以考慮係接受。另一樣餘下時間我要交代嘅呢，就係海關綱領4保障稅收及徵收稅款。咁呢在2014至15年度，他們特別事項就是要第一點加強執法打擊私煙活動，特別是跨境走私和電話訂購販賣私煙活動，以及加強與外地海關進行地區合作以打擊走私香煙。其實人民力量就很反對政府加煙稅，那個大原則就是富人飲平酒窮人食貴煙，這個不在這裡爭。但是講到海關這個問題的時候，就是你加了煙稅，你一定要投放更多的資源去打擊私煙，否則呢你就只不過是益了那些私煙商，新鮮滾熱辣。最這是不知今日還是昨日的新聞，海關在敏感度管制區檢查一輛入境貨櫃車的時候，在逾千箱貨物裏面檢查到47部抽濕機，原來個抽濕機是假的，得個殼嘅啫，裏面是起出市值190萬元未完税的香煙。這190萬元未完税的香煙的税值呢是130萬，所以梁議員真是隨便有精的，你給多些人手給多些資源海關呢，他看看他執一單這些私煙呢已經即是130萬的應課稅額。其實大家知道政府加煙稅就是希望減少吸煙的人口，但是實際上呢是能不能夠做到呢？這個全港反私煙大聯盟就說呢，現在香港呢是有 35.9% 的人是食私煙，那政府是不同意這個說法的。他們是怎樣測試到呢？是在啲垃圾桶嗰度，即係執啲煙包啊，或者甚至執啲煙頭去驗咧，就但係政府咧，我哋上次喺個法案委員會咧，佢就唔承話呢啲取樣係有問題。這個我唔同政府拗，我只係想強調一樣咧，就係希望政府咧繼續海關咧，尤其是咧係靈活運用資源咧，喺頭先我講嘅保障消費者權益同埋打擊私煙活動上面呢係達至果效，否則呢就有違咗你加煙稅話要係減低吸煙人口嗰個做法。因為你知道而家我哋喺委員會都有講，女人同埋小學生食煙呢竟然係多咗喎，而家嗰啲煙嘅啲私煙嘅販賣嘅方法呢亦都同以前好唔同，要打擊是要比較困難，其中可能是要放蛇或者要很仔細的做法。所以總結我這部分的發言呢，我是反對梁國雄議員你對海關的削減部分。如果梁國雄議員有之後他有時間去回應呢，我才會再因應這個問題發言。本人謹此陳辭。